花总，听说嫂子出差了，要不今晚我们吃个饭吧？吃饭？对呀，人家都约你好几次了，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？行，那去我家，我亲自做饭给你吃。好啊，那我去外面等你。进来吧。花总，你就住这种地方啊？对啊，这就是我跟我老婆以前住的地方，很温馨吧？给。什么呀？鸡腿饭啊。你说新手给我做的就是这个？对啊，很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不用了。来嘛来嘛。不用了。哎，来嘛。我说不用了。怎么了？这就受不了了？姓花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带我来这又小又破的房子，让我吃这些东西，你耍我呢？我太太以前陪我吃不饱住不好，她可是为我拼过命的女人。对不起啊，你以后就要跟我住这里了，委屈你了。我觉得这里挺好啊，因为这个家有你。哎，没事的。可是我说他只能就可以帮你分担点啊。怎么回事啊，说得这么慢，信不信我投诉你啊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你看我买了很多你最爱吃的零食啊。你买了这么多会不会？你放心，没多少钱。阿花，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吃盒饭，现在结婚还是天天都来。没事，别人有的我们都会有的。想什么呢？我说这饭啊，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好吃。没有他，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。凭什么以为你可以取代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？就凭你这张脸吗？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我怕我老婆误会。怎么说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好吃啊？要我吃一辈子我都愿意。那我就陪你吃一辈子。